熊柔绒双面铺棉外套，它也是铺棉外套，那它的外层也是防水的，那种防泼水的。怎么了？羔羊毛毛背心可以塞得下厚棉大学 T 吗？羔羊毛毛背心厚棉大学 T 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因为它这边它的这个边是宽的。嗯，可以，嗯，可以，没问题的，因为我有那一件，对我有穿。它这个外层是防泼水，咻咻咻的那种声音，咻咻咻，咻咻咻，咻咻咻。然后跟那个布朗尼那件比起来，它是在更滑一点的布料。嗯、布朗尼也是有微防泼水，但是是没那么滑的。然后它的袖口是做这样子灯芯绒的拼接，我觉得细节还蛮漂亮的。然后领口也是这样，领口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宽松 oversize 的版型，然后。肩线也是做落肩的，那它的铺棉我觉得比较薄一点，嗯，对，然后内层就是还蛮有空间的，是厚毛衣或者是烘鱼袖的那种上衣都可以穿的，嗯，然后是可以双面穿，等一下我们再示范双面穿，然后两侧有口袋，这一面是两侧有口袋，对，大口袋，这件好看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嗯、我有买这件，这件好看，然后转一圈，它的。这个是第一个穿法，它的背面就是全部都是这样，一样是这样滑滑滑的这个布料的设计。然后另外一个穿法就是翻过来，你翻给大家看，你直接在镜头翻好了。好，翻，翻，它就会变成有这个小熊绒毛毛的拼接。对，穿一下。对，然后它拉链是两头都可以用的，就是它是可以转的，两头都可以用。然后另外一个部分，我觉得厂商很细心的，其实它口袋设计不同，它里面的话是这样翻盖口袋，哦，我那面是看到，嗯，对。然后另外一面它是做这样隐形的口袋，直立式的隐形口袋，就变成你正面反面都是有口袋有拉链的，嗯，的穿法。然后它这一面就会变成有毛毛的拼接，然后毛毛也是很舒服哦。然后这个是小贝贝的那种，对，小贝贝的。然后这个是米杏色，另外一个是军绿色，军绿色也好看哎、欸。军绿色，军绿色翻给大家看看好，军绿色比较有撞色的效果。对，好像比较喜欢军绿色。不一样，我是满杏色。我翻给大家看，我要出去了，不要让我出工了，请守护空。今天会穿排扣西装背心羊吗？好啊。你要许愿哦，对，要许愿给我们哦。然后这个是军绿，军绿的毛毛对色就会比较明显。嗯嗯，我觉得它比较男孩感一点。嗯，中性风格。然后背面是这样子，背面，你袖子会有这样拼接的。嗯 ，OK， 好，下一套，马上。